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 HXX 快乐体验汉语在线学习。我是琼娥，我是茶。这是桌子，这是桌子，这是书，这是书，这是手机。 这是手机。书在哪儿？书在桌子上。手机在哪儿？手机在桌子上。书在哪儿？书在手机下边。 手机在哪儿？手机在书下边。手机在哪儿？手机在书旁边。我在你旁边。我在你对面。 我们的话题到此结束，祝大家学习快乐，再见。